就只能靠林伟恩了。林伟恩中间方向二垒手林志祥扑了下去，再往一垒传，好，林志祥守住了这个危机。那义大犀牛对战二局上半的攻势，因此没有任何分数的进账。投手前一个球，潘威伦非常优异的防守解决掉了彭正明。这个半局嘟嘟只用了四个球解决了中信的攻势，三上三下，中信目前还是0-3落后。走，第一时间就起跑，而且是一个顺势的攻击，接球之后三垒手黄恩赐只能选择传一垒，还是抓到了陈子豪，但是这个球已经是守得够漂亮了。对，要特别注意这个球切到，但是被扑到陈庸基，陈庸基是加勒比海海盗，先把这个球没收，没收掉人家可能的安打。对，哇，这个 nice play。扑手中间方向安打，这个安打球要冲本垒，球回传，接到 tag， 哇，真准触杀出局，罗国龙，这是一个。花的 play， 他传的真准，双方都没有任何的犹豫。在二垒上的陈家驹获得了受益，直接冲本垒，但是罗国龙的精准雷射尖阻杀掉了陈家驹，在本垒之前结束了中信在第五局的攻势。五局打完，中信还是0-1落后。